山水清丽，城市风景秀美，因此我们大家都说可以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现场的各位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阳光明媚的太湖湖畔。在这里呢，我们要迎来一年一度的奔跑吧运动会。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由 Angelababy、蔡徐坤还有黄旭熙带领的五号方队，在他们三位的身后呢，是一群充满着朝气的小朋友啊，看到他们是非常的可爱。是的，我们也看到蔡徐坤也是用帅气在挥舞着我们的旗帜啊 ，Lucas 也是把我们的横幅举出了青春的高度。接下来我们的起点处向我们走来的是由李晨还有沙溢带领的大力士方阵，看他们前进的时候啊，这个矫健的步伐就知道这一支队伍不一般。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平时不是以肌肉见长的沙哥衣服都撩起来了。哦，有表演啊，哦，沙哥很专业，哦，沙哥优秀，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一支青春靓丽的美少女方阵，掌声欢迎他们！放起来，放起来！我们看到雨琦和他的队伍正在用轻快的步伐和充满活力的微笑向我们走来。他有表演呢，哦，他要跳舞。You pick me up when I feel down. No matter how deep in the night, I got your back when we go on. You know I'm always on the side. You make this world a little wild. I wish I'll do crowded streets. Turn up the noise and make it loud. And let the world flow at our feet. We love.像无敌郑凯带领的超越方阵，阳光帅气就不要说了吧。没有你们阳光，你们才湿气。阳光漏气。这次呢，郑凯不是一个人来哦，他还带来了他即将上映的电影《超越》当中两位演员曹炳坤和李云瑞，欢迎。这部电影讲述的呢是一个用汗水交换青春的故事，致敬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不断超越自我的人。我们的口号是我要飞得更高。我们的口号是开放更高更强，超越自我，带我们上，加油加油加油。也请大家要多多支持我们的超越。接下来要向我们走来的是一位新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阿云嘎。哎呀，这个也是有备而来啊，有备而来，有备而来。Do you know what you want?
는샤파시공고수한다이는샤파키시신우리와리와두몬오퍼드투이세키를컴포르르샹엘레루기포드뱀주의천광안주인시부채스테투메드란무노베라무La vision après journée, après nuit. À quoi ça sert d'être sur la terre si c'est pour faire nos vies? À quoi ça sert d'être sur la terre aussi bien qu'on vit pas de mal? Ch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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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ud,你那个收卡的很准时啊，谢谢阿韵吧，也谢谢我们所有表演的方阵和嘉宾。现在有请我们所有的成员回到我们的主舞台，我们在这里呢也要预祝所有参加运动会的成员取得好成绩。现在我们一起来宣布奔跑吧运动会正式开始，加油。首先欢迎阿云导，欢迎。另外两位嘉宾，就请考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分别是曹炳坤老师，欢迎，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及即将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李云瑞，李云瑞。我们是超越剧组，6月12号就要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今天我一天我会口播100遍的，你剪都剪不掉。随你。我也是超越组的呀。可哥，今天是几岁？7岁。我叫刘铁驹，他们叫我举铁牛。今年17岁，来自临海。等会儿，几岁？17。谎报20多岁吧。欢迎大家来到浙江湖州，我们今天即将迎来奔跑吧一年一度的运动会。今天最终获胜的成员可以赢得超越之星的荣誉称号，并且赢得纯金的奖牌。纯金小黄金。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为大家公布运动会的比赛规则。我们今天是黄蓝两种颜色的队服，但是我们并不是两队对抗，而是你们每个人要找到彼此的搭档，因为我们今天的最终环节是两两的组队比赛，每个人的搭档都是在跟你们穿不同颜色衣服的队伍里。哦，也就是说黄队的成员，你们每个人的搭档是在蓝队当中，蓝队成员你们的每个搭档是在黄队当中。哎，现在已经搭好了，已经搭好了。我同意，我们已经找好了。这么草率吗？太草率了。这么多人看着。我们每一个环节结束之后会给大家时间选择谁可能是你们的搭档，每个项目获胜的成员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奖牌，但是你要把它送给你认为是搭档的那个人。啊，如果送对了的话，我们会给你多加一块奖牌。啊，送错了怎么办？送错了就白白送错了，就给到那个人了。白送了，这份感情就是错的感情。感情这种东西不是这样子随便分配的。感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三个比赛项目之后，我们会公布你们的搭档是谁，所以在我们公布搭档之前，大家要努力的找到你们彼此的搭档，越早找到最终的环节就会越有优势。那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运动会，大家喊口号出发吧。好，奔跑吧超越之星。欢迎大家来到湖州市吴兴文商综合体。为了实现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我们将在这里进行第一个比赛项目。哇，前者永远啊！
别给我摔了。Oh my god! Oh my god! 哇，我看了不想看的都急。Oh no! Oh my god! 小竹笋，不要。请告诉我，那只是个装饰吗？我以为跑男变了，但是并没有。景坤，一会儿试试这个。舒筋活血，延年益寿，对，早生贵子。哇！今天的第一个比赛项目分为两个小项，分别是往返跑跳高和指压板跳远。指压板跳远。啊！指压板跳远，跳远，跳远，这就往死里砸嘛！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前面的几集都是铺垫是吗？总要玩的，总是逃不过这一出。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挑战哪个项目。肯定选折返跑跳远、啊。也可以两个项目都挑战，但是我们会取你们更好的那个成绩。每一个项目里只会决出前两名。可以获得奖牌。那我们先请湖州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同学张红角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往返跑跳高，请准备。成员需要从起点处开跑，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跳高杆会不断的升高，成员绕过往返点后返回，成功越过跳高杆就算成功。哇，懂了懂了，他一直在升啊，跑得越快越好。我们为大家挑战的是十米，这个是基本上都可以完成的。十五米稍微难一点，极限距离是二十米。大家先热个身，运动一下，拉拉筋什么的，热个身。谁先来？超越呗。我们先让超越组。超越组，超越组。我们让饼坤先来。哦。先感受一下，先感受一下，坤哥。二十吗？小明。二十，二十就行。前抑后扬吧。就这就行。请曹老师先确定一下你要挑战的距离。这不就这个吗？这个是最简单的。我也差不多，我女生组的。欢迎你。我们每位选手有两次机会呢。峰哥，你加油。曹老师第一次挑战，请准备。来呀，来来。哎，我有点紧张了。没问题，不用那么行云流水。不行就断开给你拍，你能咔是吧？来吧，来吧。三二一，哎呀，哎呀妈呀，这跑的，快快快，哎呀妈呀，这跑的，哎呀，加油，加油，哎呀，哎呀。可以，少林功夫无影脚啊，这是。曹老师，你的口水是怎么回事？口水都跑出来了，你知道吗？是吗？刚刚太过激动。可以再来一个 double 啊，二十吧，二十。三十米都没问题，三十米。二十，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二十，行。哇哦！大师哥帅。这个挺难的，这就是最远的了，这是极限，我们觉得挺难的距离，就这个二十，确定吗？哇哦，勇气可嘉！我感觉一会儿坤哥会无影脚，估计把那杆踢飞了。哎，注意安全啊！哎，你要是过了，我也过了，我拼了！哦，是吗？对，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何老师挑战距离二十米。加油，坤哥，加速，加速！可以放弃啊！
流水，一点没犹豫就钻回来了。我一到这儿害怕了。确实挺高的，真不行我。王老师最好成绩是10米，恭喜。接下来我们请第二位成员出战。嘎子哥，嘎子哥，我应该，我刚刚看了一下啊，20我应该没问题，20可以的，没问题，我来一个啊，来20啊，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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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子哥，这是极限我们远挺难的距离，20我应该没问题，你要过了我也过了，我拼了。快快快，来一个，过来等我帮我剪一下啊，他跳了一场音乐剧，这真不行，真不行，我害怕恐惧，就放弃了，放弃了，太难了，就放弃了。下一位成员，你来个蓝的吧，蓝黄配着来嘛。那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好 ，OK。再次关，挑战的距离是15 ，OK。不是啊，我要是你。直接20，30起，25起，别闹，别要闹，先试一下，先试一下。蔡徐坤第一次挑战15米，请准备。蔡徐坤第一次挑战15米，请准备。加油！加速加速加速！加油！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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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速加速加速！过去了。疼，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真的差一点点。他这么蹦肯定不行，蹦肯定不行，蹦不行，不对，姿势不对，应该要这样。哇，挺难的、哦，我想一下，侧着会好一点，是不是？好。蔡徐坤第二次挑战15米，请准备。这太快了，这太快了。腿收了，有余吗？你还有这么多吧？哦，我觉得30也可以。没了吧？没了。好吧。你第一了。对，目前最好成绩是蔡徐坤挑战的15米。还挺累的，这个，这肯定累。这
这是真是跑男，这是。好，下一位成员。我来一个吧，成哥，来一个吧。需要这时候要一个洗点。不是，我关键我也不行啊。哎呀，我也不行。小哥，你 OK 吗？不行，换一个人。啊，你这什么意思？行不行，陈哥？什么意思？来，咱老年组来这个吧，咱老年组。我十，哇，那感觉很难呢。16，16啊？16可以吗？可以，好。17岁的少年，加油吧！17岁。纯哥第一次挑战16米，请准备。加油！加油！加油！差多少？哥哥，你刚刚还有那么多啊，还有那么多，高太多了。我觉得你是20。我觉得20。20。对，20，你可以是20。你还有这么高呢？你空中转体啊，难度系数9.8过去的。刚才16米挑战成功，陈哥还要挑战吗？20。哦。对，再跟大家说一下知识极限，我们觉得挺难的，真的有点远。20，没问题，有点悬。他还是那么翻就没问题。哇，有点难呢。不是，你只要勇敢，就是敢跳就行。卢克斯很像教练，你知道吗？一直在鼓励他。陈哥第二次挑战20米。陈哥第二次挑战20米。那么多，你又来了，真的还有那么多，你刚刚这样子飞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呢，真的，他 get 到了这个动作，主要是。下一位成员，凯哥吧，来，好超越，好超越，快啊，好超越，快，超越之星，来吧，你们超越之星，来吧，超越队，你要配得起这超越，超越，有点恐怖。超越之心呢，超越之心，不要逞强，不要逞强，不要逞强，来吧来吧来吧，21，好远啊，压力有点大，来吧来呀，凯哥第一次挑战21米，请准备。哦，各位，加油，海哥！加油，海哥！加油，海哥！
你成功了，拿了干了，我成功了。你成功了，拿了干了，拿上他的金箍棒了都。冲啊！狼王风起。你是去西天取经的是吧？拿了个金箍棒，超越之心。我休息一下，可以。小李，上二十起，我得上了。小李，二十起，已经到头了是吧？没有，还有更远。没有，还可以再远，只是二十是我们的极限值。三十。小李，你第一把二十没成功，咱第二把成功了，那就二十吧。对，二十。加油！第二定的好高，对呀，我们还玩啥呀？玩不了，我跑过去，这东西已经升到天上去了。对。李云蔚第一次挑战二十米，请准备。多专业。加油！哎呦，这快的，哎呦！哇！厉害！你太简单了，哇吼！哇！还有这么多，这完全是空翻啊！这是，我看到了一个杂技运动员，刚才。你刚才都打翻斗了。这完全空中转体，啪人这儿天花板了。小李，我觉得下一次啊，对你来讲，你得转体完了之后得，你得完成双脚落地这个动作了。三十，哇，太厉害了！你确定吗？可以，没事，三十差不多。三十啊，瞬间感觉前面几个没了，感觉我们剧组没白训练你。好，李云瑞第二次挑战三十米，请准备。加油！你也可以跑到酒店把我哥的快递拿过来。卢卡，卢卡，卢卡，你来，你直接三十，我觉得。好，我来。那哥哥最远是哪里了？三十，你挑战一个三十一，你要不要？31，试一下。卢卡斯要挑战三十一。OK 吗？这么狠吗？31啊，卢卡斯，注意安全啊，卢卡斯。我大别跑男，我应该不可以输的，我告诉你。We are family， 带着我的梦想，冲呀！好，卢卡斯第一次挑战31米，请准备。加油！加油！
最快。前两名已经有了，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吧，这基本上是跑一个百米然后再跳高了，真的谢谢谢谢，很棒很精彩，谢谢大家。那我们这一项折返跑已经全部挑战完毕，目前 Lucas 排名第一，可以获得两枚奖牌，第二名李云瑞可以获得一枚奖牌，恭喜两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指压板跳远，在指压板上连续进行三次跳远，根据距离的远近来排名。哇，这个太疼了，不敢跳啊，这个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完成跳远，所以我们允许大家穿着袜子来进行三次跳远。我选这个。你别一会儿扎那上面。老沙到了你的主战场了，我先来我先来。哎，给！加油！哎、算了算了，这太疼了，太疼了，老沙，这趴可以没有成绩，把纸壳给我。沙哥，你别想不开。我要想不开啊！你有一种刮骨疗伤的感觉啊！这个真的疼哎，巨疼！好，沙哥挑战指压板跳远。哎，结束，结束了！你走了两步，你总共三步了。三步了，哥，你结束了，你可以回去了。已经三步，一二三，结束了。你这不算，要重新开始。好，有成绩，有成绩，有成绩。坚持，太励志了，哥。哎，第三下怎么得到这儿？别过去啊！别过去！过去过去过去！鲤鱼跳龙门。好，沙哥第一次挑战，成绩3.5米。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歇一会儿吧，现在。我先歇一会儿。好，那第二位要出战的成员是 baby 来一个吧， baby 来一个， baby 来了， baby 来了。女生的起跳距离从1.5米开始啊，这儿越轻越没事。OK， 来吧，加油。哦，看来我的最好的实力也就只是这样了。对啊，没事，还好，还好，还好。这我以为你能上来了呢，你还是非常准确的找到了个边缘。可以可以，加油加油！哇哇，非常轻松，但是你那小脚缝找的，我一看，老到位了。好 ，Baby 的挑战距离是4.3米，恭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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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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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加油啊，加油加油！好，接下来是凯哥挑战甲板跳远啊。哒啦啦滴来啦，哇！回来了，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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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Keep running。海哥不疼吗？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完全是心理上的障碍，只要能够克服，不行，越站越久越疼。我，那就快跳吧，超越，票房大卖。从你们老将的身上，我看到了跑男的精神。你下部电影能不能拍个美食的？咱不拍体育的了，行不行？好，凯哥挑战距离7米，恭喜！ Yeah! 我听到了你脚后跟碎的声音，是吗？啊，挺厉害的。凯哥，我来吧，重返一下历史啊！139，欢迎欢迎超越。果然今天的主题是超越之心啊！真的超越自己啊！要。从1米5开始，好，好，宋雨琦，指压板跳远，请准备。你们都没有痛觉吗？这是？等一下，不要打断我，等一下，我在急救。看着都觉得脚底板疼啊，太疼了，真的，加油加油，差不多差不多啊，哇，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差不多差不多啊，哇，加油加油，你是不疼的。好，目前场上领先的两位是雨琦和凯哥，分别是7米3和7米，恭喜。啊。139。好，还有成员要挑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最后成就。没有，没有的话，我来一把。来来来，好，我们欢迎一个。来吧，来吧，好，蔡徐坤挑战指压板跳远，请准备。心理障碍啊，有心理障碍，这个有点吓人。一点都不疼。你这一步是别人两步的距离啊，你太拼了吧，这个我错了。妈妈妈妈，这里不可以这样子跳，
这个你可以稍微控制，不能那么狠啊，不能那么狠，别滑、啊。你跳过去，他就。触电了，感觉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你知道吗？他已经适应了，他已经适应了。最后一步了啊！加油，八米，随便一跳就行了，八米。小竹笋上，30分挑战距离8.7米，8.7米，目前场上最好成绩，跳远之王啊！以后这个节目就给他保留下来，每次蔡徐坤上来先表演，我这就供蔡徐坤专门跳，对，我帮他拿着小竹笋每天。我们都是男队，哦对，都是男队，都是男生，都是男队。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四位胜出的队员前往小黑屋寻找你们的搭档。首先有请 Lucas 前往小黑屋。其实我已经想到是谁。哎，你好，这是你的两块奖牌，请依次将它们挂到你认为是你搭档的名字下。如果选择的队友正确，你会额外获得一块奖牌。我觉得我喜欢的就是笑得最灿烂的。Lucas， 你的选择是沙溢，恭喜你选择正确，你可以额外获得一块奖牌挂在你自己的名字。我第二块奖牌给到了沙溢，对，你也可以给自己再挂上。哎呀，果然笑得灿烂一点呢，果然是不一样啊。哎呀，今天好运气啊！卢卡斯很失望。那我首先得猜一猜曹老师，坐一车又是超越组，希望这个金牌吧不要错付。好，明锐，你的选择是错误的，所以这块奖牌就归他所有了。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舍不得，就这样吧。强颜欢笑，强颜欢笑，没中，也没中啊，没中。赌一个吧，我们俩分在一个车了，我觉得蛮熟的，没准我们俩就一组。你的选择是错误的，所以这块奖牌就归阿英嘎所有了。OK。这是我付出了很多得到的两块奖牌，但是我要分给别人，辛苦了。我先给，就是大家都是做音乐的，我先给阿云嘎吧，给阿云嘎一个。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看，哇，我这么幸运。欢迎大家来到湖州东吴开元名都酒店泳池。我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哎呀，哇，不是吧？哎呀 ，Oh my god， 我很久不见。哎呀，同学们，经典项目，弹射飞椅。哦啊 ！Oh my god！ 又来了！哎呀妈，老爽了！试过吗？没有。你们看一下两个这个救生人员的位置，基本上是弹到那个位置，又来了！可以不过去吗？怎么会这么狠？
今天找回了一点以前录跑男的感觉，指压板加弹射飞椅，晚上再来个撕名牌，齐活了。大家都知道，在运动赛场上，过硬的心理素质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比赛项目，大家要接受的是飞椅的考验。具体的规则是，大家通过抽签来决定你们十位的顺序，按照顺序一二三四位先上飞椅。这边有十二个按钮，坐在飞椅上的成员依次选号，十二个号码当中有四个号码对应这四把飞椅的。我选十二。如果选中了，这个号码灯按下去它是不会灭的，就代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飞出去。不一定是我飞是吧？对。哦。飞出去之后，按照你们抽签的顺位依次补位，直到场上只留下一位成员，那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别讲了，别讲了，受不了了。就一个小小的要求，就飞之前还是告诉谁一下，做一个心理准备。没有，是四个人都要准备好，不知道是哪一个飞出。玩的是心跳啊，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呢？先抽签吧。好，别抢，抽签你抢啥？没区别。无所谓啊。一，恭喜恭喜。九已经是很好很好了，对吧？多少？四。现在就请一到四号位的成员率先坐上飞椅。从。加油！这好紧张啊！手放膝盖上。哇哇！突然间好紧张啊！我要飞得高。玩过打地鼠吗？你们不要瞎碰啊！你们要碰。飞得更高，第一轮挑战准备。等什么？等一下。啊！你那个上吹的，要飞了。等一下，等一下，要飞了吗？还没开始，还没选呢。啊，还没开始。那你又别说一二三呢，吓死我。不是，你们别大喘气儿啊。吃瓜群众。我们先从一号位李云瑞来选择你要挑选的号码。我选一个数字是吧？对。我选六，我选六。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确定吗？确定吗？确定，确定，真的确定啊！六，好，来，来了啊，来了啊，来了，来了，来了啊，来了。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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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了。好，所以第一个号码六号暂时安全，接下来请阿云达选择号码。二，来了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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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啊！没灭，没灭！哎呀！耶！快点！我操！不要疯了！不是，不会是我吧？二号对应了四把飞影当中的一把，但是具体是哪一把不知道。啊？哪一把还不确定？真的好害怕呀，这种。究竟这一轮要被飞出去的成员是？卢卡斯，我就不知道是我。我对不起你，卢卡斯。这个就看平时跟导演组的关系了。这个是你随机决定的吗？就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质疑，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第一轮对应的四个号码是哪四个。哦，真的是二。先选中了二，所以二号对应的是 C，哦，所以 C 就飞出去了。哦，哇，这第一批就有，那早就写好了，没有没有耍赖。对，啊，可以，好玩。我的妈呀！该你了，五号选手上位吗？五位。其实是有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坐到最后的，一直坐到最后，躺赢，坐赢。坐到最后的人，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太强了。从刚补位的曹老师开始喊九。
是酒吗？酒，我来帮你按。确定吗？快点吧。不要十吗？前面都有酒了，还酒还能出事儿？肯定没事。但是每一把都不一样。他是用概率学来测算，肯定酒。就是他了啊。灭了。哎呀，可以。没太开心，一看都出来了。雨琦，三。为什么选三？哎，三没有出现过。不，因为我生日是923嘛，然后就三了。那应该是二啊。那二。你二刚才不太吉利。二可以。那不可能两轮都是二吗？哎，二按了，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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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那我就补一下三。有二三是吧？三有点危险了。三有点危险。肯定过。确定吗？你是想害人？你看，你看，你看，不一定是你，这是命运。绷紧，绷紧，绷紧点是吧？对。王老师，你身体往后。什么意思呀？不是，我是让大家姿势都统一。不是，我特别紧张。我觉得应该是曹老师。这么倒霉吗 ？C 位 ，C 位呀 ，C 位呀，郑恺，这就是我，就是我，我知道。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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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快！还挺文静啊，应该不是我，没有人看我。C 位出道，又是 C 啊。这个位置被诅咒了，这个坐着太紧了，还不如下去呢。太紧张，我跟你出一身汗，我现在想尿，真的。好超越，快。我就告诉你，一屁股坐到底，坐到穿这个位置。C 位。我吃不了瓜了，这下一把就是我上，下把就你了。九五二四一七三十一，这什么规律呢？六跟八没有出现，六八十，六八十十二，那个概率我觉得根本没有，但它确实两轮以后它没有重复的数字，他们肯定是随便出的。我现在不想算那个东西了，我只确保自己安全。我选七号，万一 C 位出道怎么办？上来就中了，灭了，雨琦。九九九。灭了，谁？啊，我，十二，没灭，又是你，又是我，啊！救命啊！这个好紧张啊！哎，这是心态上的考验，这个。C 位出道，不能再是 C 位了吧？我有点晕，海哥再见。真的假的？我去！哇！导演要火了！我们怀疑只有 C 那椅子能弹，就只有那椅子能弹。蔡PD C 位出道了。C 位出道了。再一次 C 位。真的有毒，我觉得。这个位置有点毒。我会打破这个魔咒的。我跟你讲，这一把要还是这个，真的绝了。不要了吧，真的不要了，我真的没必要。六，六，灭了。算啥呢？三，灭了。又是你，又到那。我每次好像都会喊中的感觉。你每次喊中，但你每次自己都不下去。就是。七吧。灭了，不是我了。怎么把这恶人引到我这儿来了呢？哎，这个比过山车还要紧张。二。坐好，来吧，直接进就得了。不是，这回肯定不是你，你相信我，绝对不是 C 了，因为 C 位在二出现过。C 位坐到底。哎，我要飞得
更高。你其实重心都往后。你不要提醒我，真的，为什么你们老提醒我？往后是吧？往后，手就扶在膝盖上就好。好的。不要做其他的。好的，姚总。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挺吓人的。哦！太猛了，这个。肯定不是 C 了，因为二把 C 位坐稳了，是吧？我都说你们不会模仿 C， 不会我留到最后了吧？有可能，因为你这个座已经三次了，不可能再四次。不一定啊，这不一定，不一定。接下来到我们的八号位来补位。我扶着你，你就不能替我先上？你叫不行，我坐哪儿啊？你坐那边，我坐这儿。好紧张啊，这个。就所有的十二个号随便呗，可以，对，八号吧，八号啊，米尔 ，nice， 二号，哦米尔，好快、啊、对吧？来了来了，来了来，太骄傲了，来吧，直接弄我吧，你相信我，这回肯定也不是 C。因为二 C 是出现过的，我觉得至少完了，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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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觉得是我。下一个就是我，这回怎么样？不是你刚才再一伸手，可能就能挂在这儿，就差一点。对不起啊，不要再选二号了，有毒。微微不好当啊，朋友们。哎，现在是第几轮啊？哎，第六轮啊！我刚第六轮啊！这边心态都已经崩了，我已经崩了。自求多福吧。我心态已经崩了，我现在来吧，就这么地吧。你咋的，那哥？我帮你扶。腿软。咱能把那个窗户打开点吗？我感觉真的是热，透不过气，感觉。其实给个痛快也好，坐在那儿太难受了。下来好，特别紧张。选吧，选吧。五，灭了。大哥，啊，是该灭还不该灭啊？该灭。我都出现幻觉了，现在。啊，可以，但是没有用，因为迟早会不灭。对。十，灭了，没用。又到我了，来吧，有毒的人。一。又是你，完了又是我，完了，我哭了。来吧，让我解脱吧，快点，让我下去吧，好吗？让我下去吧，让我解脱吧，让我解脱吧。这太痛苦了，真的。C 位。风景啊，风景。我不是站着哭的呀，焦虑一，你俩是怎么回事？不是我稍微走动一会儿，我实在是有点，我也是，还不如下去了，很焦虑，很烦，真的，心态崩了，心态，啊，又到我了。直接到你了，那来吧，没办法了，太害怕这个东西了。Come on， 我先说吗？对，七吧。七啊，确定啊？一百中。坐好。我好害怕，等一下。你高音，超越自己，加油啊，加油，坐好，来解脱。我们已经受不了了，风景，你们看陈哥的，陈叔。
又是 C 位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哇！对不起的，高度有毒的 C 位，不要当 center 了以后。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一下在座的三位，因为你们三个人是这个环节坚持到最后的三位，所以你们三个人都可以获得奖牌。什么？值得值得。在椅子上留到最后的成员可以获得三枚奖牌，倒数第二位的成员获得两枚奖牌，倒数第三的成员可以获得一枚奖牌。哎，等一下，我把我的奖牌让出去，谁要来？一片寂静。真掉到地上都能听的。本期奖牌最多的艺术搭档可以获得优势。我来了，姐姐。我觉得我来吧。因为现在 baby 手上一定有一块奖牌了，已经。如果有成员想要奖牌，只要 baby 同意，那你们可以来互换一下。我把奖牌送你。哎呀，超越自信。什么？啊，给反应好不好？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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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反应好不好？太可爱了！你说的太突然了，我们都没反应过来。超越之心，来！超越之心，好，给大家反应，好。来来来，谢谢。以上三位成员按照大家的序号，从一号先开始啊。好。一号今儿这选的就净选别人下去了，有点点人的意思。来吧，行，九选，有肯定选中了。你怎么什么有毒？你太厉害了！不是那个有毒，是你有毒。你有毒，真的。我发现了，我也觉得。我现在这出的汗真的是虚汗的，对不住了，先对不住了。都往后啊，重心往后啊。你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他真有超越自信。哇，给反应，给反应，真是久。从一开始坐在椅子上的一号跟二号非常的坚挺，坚持到了我们的最后一轮。一号李云瑞开始选择几号？你对，你要一定要选对啊！一号。哎，又中了，又中了！我有毒，12/3你都能选中，一下就选中，每次都能选中哎。那我就补一下3。你是想害人？你看，12，明明又是你。二号。一，九，哇，这选的就净选别人下去了。我下去了，这个肯定我中了。来解脱吧，解脱吧。哇，恭喜神了，风险了不？没完没完！扔下去！李晨，亏了！你们是人吗？哇塞！最该下去的人是我，你弹下去了5个人，你知道吗？恭喜三位，好。接下来到大家来找自己队友的时间，首先请阿云嘎进入我们的奖牌领取处。哎，3个。三亿，哎呦喂呀！哎，你好，恭喜你获得了3块奖牌。3块奖牌是吗？对，请将它挂到你认为是你搭档的名字下面。凯过去。你第一个选择是郑凯，他不是你的搭档，所以这块奖牌就送给他了。哭，他
是你的搭档，耶！所以你可以获得额外的一块奖牌，挂到自己的头像上。哇塞！哇！好，这是你在这款获得的奖牌。嘟噜，嘟噜。我觉得港龙哥肯定不是，他刚才那个肯定是给别人了。我觉得应该是沙哥，有一种缘分。慈祥的眼神，慈祥的眼神。哎，对了吗？错误的，误错的，所以这块奖牌就归沙一哥了。我刚才选数字选的挺准，这会儿选不对呢。我想想，那我就陈哥得是你了，必须的，不可能错，错误的，他也不是你的对手，所以这两块就都送给他们。哎，曹老师不要错付，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也不是你的对手，全都错付了，三个人你又错了错了，全都错付了，感情这种东西是很容易破裤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目前各位的奖牌数又发生了变化。嘟嘟嘟嘟，奖牌有点多呀。多吗？有点多呀，稍微有点多。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三项比赛，也是最后一次找搭档的机会。奔跑吧，超越自己。我送了三个金牌出去，你知道吗？一共五，一共五个。五个，你送了三个都没中。这，哎，你说我点命中率够高的。有吧？那有怎么看？没有人之间互相拘留的，都没公开聊，没公开，人偷偷聊，你咋知道？你先，你想跟我配对是不是？配不上，配不上。欢迎大家来到太湖龙之梦梦幻钻石演艺中心。哇哇，这什么？这什么情况？什么鬼？哇，不会吧？哎呀，喂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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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圆桌！哇，这什么情况？声势很浩大。哇，旋转吧水杯。一组五个人跟着音乐一起顺时针旋转，音乐停止之后抢杯子，第一圈只有四个杯子，没有抢到的成员直接淘汰，然后剩下的四位成员继续抢第二圈的杯子，所以依次是五进四、进三、进二，最后只剩下一位成员就是最后的获胜者。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场地就在这里喝水啊？对啊，这么多人看着我们喝水。没有这么简单吧？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吗？要怎样？这灯光舞美和这个游戏有点不匹配，我也觉得应该是个大型游戏，结果却是一个抢杯子。我也以为是大型游戏，有点让我们失望了啊！我以为是脑力游戏呢。你们好嚣张啊！吓成那个样子，真的是咋的了？他们嚣张说游戏太容易啦，不需要智力啊，不需要智力啊！我真的好气啊！以后每一期都玩飞机。我就觉得这一趴游戏非常好，很适合我们。你这个老师，很适合我们，很挑衅，好吧？你先感受一下，谁来啊？那我们试一下也可以啊，试一下而已啊。来，爪，年轻年轻快，年轻年轻快。好，接下来两位成员要争抢我们阿木西的五克蛋白勺吃酸奶蓝胖子。是阿木西的话呢，必须要抢到，加油！来，开始。我们一直跑怎么样？
不要跑，我们走好不好？我们反，我们不要看，我们不要看桌子，可以啊？不要看桌子，我觉得可以啊，是吧？对，是不是？我觉得是，是不是？我觉得是，不要碰，不要。哎，我先走了，走吧，走，走。你怎么又回来了？走啊，走。还不行吗？他就跟位置有关，对，运气也有关。OK 了啊，那我们是蓝队先来吗？来吧，旋转吧杯子，蓝队挑战，三、二、一。Round one。他那个音乐停不一定是在哪儿，是吧？对，肯定啊。广泛儿，你这大喘气呢？白老婆呀！你们走起来呀，别！你走这样的。走啊！哎哎哎！不要海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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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挺难的，这个游戏其实。干了，哎，挺难的，挺难的。请准备。Round two。喂，郑恺就是聪明，就那个区域豆他很快就过去。喂，这个音乐，喂，这个音乐真的很。抓了个寂寞，抓了个寂寞。哎呀！第零队 out， 第零队 out。很晕，我先走，要这样走。我好晕啊！我好晕。第三圈，来继续。Round three， 我们可以压一压，谁会拿到？谁呢？会是？我觉得雨欣能拿到。我就不走了。你好沉啊！你好远啊！这里。你看这个太鸡贼了。哎呀，那好讨厌。好远啊！这里。哎呀。别，你可以超过我。哦，我可以超过你。对。哎呀！哎呀！啊！跑出去了，直接跑走了。许昕啊！许昕啊！哎呀！我们俩为什么老干上？你没有发现我们三个很绅士的走了出来吗？你想一下吧，我都已经到这地步了，我还绅士呢？凯哥脱衣服没有这个必要了。反正今天跳远也输了，哎，重返历史。上次举重也输了，是不是差了0.1？我们俩来吧。Round four。对呀、啊，举重也输给他1000克，跳远也输给他。1厘米，这事儿你这个可以，也可以输给我，是吧？嗯？哇！哇！哈哈哈！还失败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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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哎、放音乐的人就没想让你。对，跟雨琦 PK 是个魔咒，赢不了。不要撞在一起。赢不了。恭喜雨琦，不说。接下来是黄队挑战啊，请准备。Round one。摔死后，摔死后，好惨呐！命运。Round two。同样，你们三个老爷们已经进入角色了，你知道吗？偷鸡摸狗的感觉，这个音乐里面。走走走。哎，走起来！曹炳坤 out， 太累了吧 ？Round three。走起来呀，走起来！这无赖，你这，你端着走得了，你告他得了呗。哎，怎么还反着走？哎，怎么还反着走？谁放音乐了？杀你 out。 Round four。你还往回？他又要走回来了。你还能溜达呢，还能在这溜达呢。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相遇了，相遇了。你俩人，你拍一，我拍一。这个节目可以保留下来。既愚蠢又好笑，赢了！哎，赢了！哎，我就感觉马上要停了。没关系，浓浓的好美味啊！恭喜这轮乔哥胜出。你们俩可以留在这表演这个节目，每天就这节目你表演，我跟你讲，50块钱门票没有人看，我都不够。接下来先请雨琦进入我们的奖牌领取处做最后一次投票。我选陈叔叔吧，是我希望跟他一起啊，希望。我没有错吗？那我真的白费了。你的选择是，恭喜你，他是你的队友。是这样，雨琦呢，跟我说，他和我是一队的。嗯。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说，他和我是一队的。陈哥，好好想一下，真的。这儿。算了，就这样吧。雨琦，宋雨琦是你的队友。哇啦啦啦啦啦啦！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公布你们今天真正的分组。我们都找着了，我们第一轮就找着了。我这一集啊，就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人给我汇金币，我也没有机会去给人汇金币。还有一个零。那您呢？您呢？你得了过好几块啊？三块。对啊，我全奉献过你们，你知道吧？全操错了。哎呦，你这个眼光啊！哎呦，好聪明啊！现在我们来为大家公布最终环节的分组搭档以及每一组的奖牌数。我们俩多的有点吓人。
这贫富差距有点太大了，太大了。哇，他们得的多，阿云嘎一得得仨，一得得仨。他第一个就猜中，我第一把就给了两个，就是一种音乐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的那种默契了。默契啊，我们相认太晚了，太晚了，最后一轮。兄妹相认太晚，最后一穷二白，我的搭档错付给了大家。没事。本季奖牌最多的艺术搭档在最后环节可以获得优势。哦。希望大家在最终环节努力拼搏，来赢得我们的超越之星。走走走，超越之星。欢迎大家来到龙之梦太湖古镇。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最终的环节，超越之星撕名牌。我们左侧有一条冲刺的赛道，前三项比赛当中每一队获得了不同数量的奖牌，这个直接决定了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冲线。排名第一的队伍在场上停留60分钟可以去冲线，排名第二的队伍停留65分钟，第三的队伍70分钟，第四名75分钟，第五名80分钟。哪一队停留时间到了就可以冲刺终点线。我们要活80分钟。对，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逆风翻盘。每一组搭档当中需要有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撕掉教练员的名牌，教练员 out， 撕掉运动员的名牌，全队 out。哦，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得是教练吧，我必须教练，我必须教练。你们谁是什么身份不公开的？啊，你不早说，你做教练，我做教练。在登台过程当中，每撕掉一张名牌，撕掉这个名牌的队伍可以减少5分钟。今天场上的五组队员，最多可以有3组队员进行冲刺。越高越被盯，就是说我们要赶紧把比我们排得高的撕掉。撕掉。哪一队停留时间到了就可以冲刺终点线，率先冲过终点线的运动员成为我们的超越之星。冲，快冲！陈叔叔，走吧。你知道吗？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深度的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恢复精力体力和好的最佳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次我能够在电影《超越》里面重回17岁，也是因为用了这张领先科技和顶尖技术打造的喜临门床垫。国家体育总局对我们现在备战奥运会的国家队的运动员啊，用的也是喜临门床垫。所以等一会儿郑恺来了，我也让他体验体验这张喜临门床垫。Let's go， 走。狠狠的这次，这样的规则就是拼死厮杀了，就是。我打算找个地方躲起来。你躲起来，躲就躲这里边了。这是什么？欢迎来到检录处。我们将在这里完成最后一项比赛的所有检录工作，请你们决定谁是教练员，谁是运动员。咱俩就是你是那个什么，我是教练啊。可以。我把教练员贴上，对对对，这是跟戏里的角色对上了。你是现役运动员，我这么多年培养卢卡斯，终于卢卡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作为教练员，有这样好的学生，这是我的荣幸。正常来讲啊 ，Baby 和李云瑞，不，我觉得可能是李云瑞。李晨和宋雨琦应该是李晨，我觉得我们俩就肯定是，对，肯定是得你是运动员，肯定我是运动员呗，你当教练员，行，好吧，李晨应该是运动员，联手先把他干掉，要不然他肯定会很疯狂。蔡徐坤，坤不一定，对，有可能是阿云嘎，阿云嘎一直想撕，我来当个运动员吧，即使今天撕了我也认了。各位成员请注意，各位成员请注意，解录工作已结束，超越之星撕名牌马上开始。碰见谁撕谁，要么撕掉别人，要么被别人撕掉。对，教练你指挥吧。走，找个地方睡一觉。非常好的想法，正说到我心里边去了。第一名就坐在这里，
想当第二都很难啊。我们不应该去啊，因为我们是第一名，我们教练是有思路的，我发现。对呀、啊。李晨。那谁啊？咱结盟吧。你先过来。我觉得啊、哎、你我们第二，你们第三，目前对，而且前三组都能进。对，我觉得咱先结个盟，可以可以。然后呢，咱就把后边的先给 out 了就完了，对不对？那我们就一起撕吧。陈哥，我们说好了啊。当然当然，说好说好。凯哥他们好像在门口。凯哥，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你知道吗？啊，我们一直在找你们，联盟找不着。你听我说，最后一名不代表没有冲刺的机会，但是前面得他们有 out， 他们三个是不会互撕的。有道理。对啊，那走啊，我们一起去撕他们呗。走，我们超越组雄起。对啊，我们铁盟好吗？绝不互撕好吗？铁盟。打雷了！哇，妈呀！自燃效果。哎，我怎么听到叮叮叮呢？各位成员请注意，场上存在铃铛人。哦，我们自己还要加铃铛人。被铃铛人抓住的队伍，停留时间增加五分钟。小声点。各位成员请注意，场上存在铃铛人。被铃铛人抓住的队伍。停留时间增加五分钟。谁？啊！铃铛人，您看，啊，小心啊，后面，快跑！这咋就出现了？快点！我的脚垫藏了。快找地儿藏啊！不行，我跑不动了。快躲！别让人保护着我，看着就得加五分钟。我家都没事儿，你给 Lucas 不添乱吗？往里点，别出声。跑不动，今天太累了。哪儿不去了，就在这儿待着。把灯关了，把发现灯关了。妈呀，这里没耗子吧？哇，哇，铃铛人开始出来了，我们现在做不了什么。希望老板娘看完不会生气啊！哇，干嘛？吓死我！你想象一下，如果真的跟别人撕来撕去的。吃得消吗？真吃不消我。哎，那俩人来了，我们去撕他们吧。他们是第一个呀。我觉得可以。好了好了，可以了，不要再前进了。好，到那儿停止。哎，你看这俩人，敌方还是友军？你想呢？快快快快快！我先后面，别被他们吃掉。哇，他们来的好快啊！你先走。哎，你怎么那么像卢卡斯？你知道吗？其实是我把你们召唤来的。铃铛人这个提议呢，也是我上一次跟导演说想念铃铛人了。刚才那个蔡徐坤他们是第一名，这样
我先去跟他们聊天，然后把他们锁住，然后你们过来。那我先过去把他们给锁住啊。我要跟你们接吻。没有更安全的地方了。咱歇了那十二分钟，全给弄回来了。谁在里边呢？是谁在里边呢？你要干嘛？没有啊，就跟你们聊会天。我找不着我队友了，又一个人太没安全感了。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我也觉得是，走吧。整栋楼都已经不安全了。教练可能要退休了，教练脑子不好用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进门的位置，一般人不会路过。别，走，走我一步。他们俩看来得换个地儿。太坏了，你们，非逼我们出来。我应该就换个地儿躲。你们被逮着了。逮着了。那我们第四名了。那我们撕起来，再把他们 out 掉一对，名字又可以往前了。对啊。哎，前面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撕吧，不能再等了。终于找到他们两队了，来个包抄。你保护好自己啊。行。老铁儿，小落马下。所以他们俩也可以吧？你觉得有胜率吗？好，那我撕他，你撕他，你们两个一对一。你们是远游先锋，去保皇都干的。怎么这边动手？哎，怎么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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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让你控制住我。那我控制你太简单了。怎么回事？快撕他！撕他！撕！快撕他！撕他！撕！太简单了。小心！小心！小心！撕！让你控制住我。那我控制你太简单了。小心，小心，小心，撕！暂停，暂停，暂停，暂停。小心。没事吧？没事，没事。那我们可以去休息了。对不住了。没事。李云瑞 ，Angelababy out。各位成员请注意，场上队伍排名已发生变化，距离第一名冲线时间还剩十二分钟。你看铃铛人。走走走走走。跟着我，跟着我走，跑，跑，根本没法出去。
三个人在追路上。等一下，等一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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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了，抓到了，哎呀！没有。你被抓了吗？对，我抓到了。郑凯。没办法。不帮吗？你可以在旁边看着司机撕一下曹炳坤什么的。陈哥，相信我，你快跑！凯哥，上！没办法，这战术也太快。Sorry， 输了。哎呀，这个玩不了，这个太难了。黄旭熙 out。哎呀，卢卡斯太惨了，我们。沙溢 out。各位成员请注意。场上队伍排名已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是不是离终点很近了？前面就是终点站了，大家躲一下，等时间，时间一到我们就冲。各位成员请注意，距离目前场上第一正线时间还剩60秒，距离目前场上第一正线时间还剩60秒。走走走，快冲啊！你是第二，那谁是第一名？谁知道啊？那真得成了，撕吧！我们撕了一队，加了减了10分钟，所以我们直接是60分钟啊！那我们可以通了呀，我们第一了。时间一分一秒都过去了。不是，你们别去冲线啊！你们帮我们找一下他们呀、啊。他肯定在这附近。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来了，他们来了，我怕他们过来撕我们。拦他！蓝呢？第一名冲线时间已到，走！现在有可能我们跟他们是并列的，一定输一个呗。我觉得啊，撕来撕去伤和气，我们一人交一个人出来吧。交吧，你先交吧，你交完我交。不是，或者二对二也行，一v一就可以了。二对二也好看，一v一好看。对啊，一v一。僵持来吧，来吧，来吧，总是要来的。来了，等我，等一下，聊一下，聊一下。蔡徐坤啊！搞得跟你拿了第一似的。
中的成员可以赢得超越之星的荣誉称号，并且赢得曾经的奖牌。安慕希，一人一个。在1932年的7月8号，年仅23岁的刘长春作为了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但是现在，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2008年，我们国家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2022年，我们还要举办冬奥会，杭州也即将举办亚运会。这都展示了国家强大的实力，还有中国人勇于超越的精神。所以今天这样的一期特辑，也是从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到百年奥运梦想成真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代代体育人不断自我超越的结果。我相信这也是凯歌电影超越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些精神。其实人生啊，有很多时候不一定一帆风顺，包括每一个获得荣誉的运动员，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艰难困苦，才走到了人生的巅峰的时刻。回不去了，我跟你早就已经走上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你不是总问我终点之后是什么吗？各就位，预备，由微博开启，今天你撕名牌了吗？互动玩法，多种话题视频福利名牌，不定时派送，上微博参与节目活动，多种奔跑独家撕名牌玩法，等你解锁。回答正确。登录抖音搜索奔跑，参与话题互动，看节目精彩内容。感谢蓝天下方中国天天首席广播合作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娱乐独家广播微信客户端、微视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中华网、Zaka天翼直播间、Story 副 TT 围剿白人，会员不止，粉丝高能一辈子。并且张小娴、仙女卡卡、克罗伊出发、金牌经纪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关注官方频道，观看节目精彩内容，上 QQ 聊天搜索“官方”，看更多精彩内容。手握的力量，点燃。